跑120了。半斤下来，就是为了让你自由飞奔。温亮，就在那里啊，停在这里，把视频上传了再走。曼宁，这里多爽啊！这里有围墙，应该没有野狗的。曼宁，我在做视频啊，我剪了一个，再剪一个。首先要更新头条 APP 才能看到投票的位置。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极速版是不能投票的。只要你是今日头条 APP 看我的小视频，也可以帮我投票。小视频就在这个位置，点开。终于要完成了，半斤。去后面，去后面。我到惠州还有1100多公里啦，明天晚上就能到了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半斤是吧？你该洗澡了，半斤走开。上传的好慢，65%了。阿龙来了。阿龙，立耳朵。上传的太慢了，逗一下狗狗。哎，终于把它传出去了。来个鸡蛋，吃个牛肉粉。半斤，你就等着啦，先给你吃。来吃啊，吃。每天要先把半斤喂好，吃完热的太爽了。没了，没了，没有了。时速73，限速80。右百米处有违章拍照。哇，好恐怖啊！侧燃了，吓死人了！显示离惠州还有817公里，明天晚上能到。今天才跑了500多公里吧，还不到600啊，就感觉好累好累啊。主要是在路上发现一辆车燃了，就心里就好害怕呀，不知道莫名其妙的，就心里蛮吓人的。然后我就想早点休息了，所以今天没有跑多少公里。这地方真好，门打开半径就可以出来了。把窗推开，半斤，不要乱跑，真乖，就在那里喂尿，就在那里。半斤回去，真乖。明天见你龙爹了，想不想啊？想不想见你龙爹啊？想就握手。我把刚才路上车着火的视频找出来了。好像就这里。你看，好大的火，这里着火了，我肉眼看到是好像是轿车。600米，这个有违章拍照。哇，好恐怖啊！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我准备做一下视频，把它定时到明天发送，明天就安心的跑800公里。拜拜，下去，真乖，知道下去，到惠州给你洗澡。